接飞盘的狗是什么狗？一般来说，只要多大训练，基本上每种狗都能够接飞盘，甚至其中有部分还会越学越上瘾。但也有部分犬种的特殊身体结构则不太适合接飞盘，比如腊肠、京巴等。我们比较常见的接飞盘的狗一般是智商比较高的，它们都比较容易训练，比如边牧、金毛、拉布拉多、德牧、灵缇、泰迪等。